港媒体报道，天王郭富城与内地模特方远 Moco 在去每年结婚，同年诞下女儿 Trent， 一家三口幸福美满。他们两个很疼 Trent， 视女儿为掌上明珠，平日方远也专心照顾小公主，暂时放下目前工作。昨天是星期天 Family Day， 不过程嫂方远罕见的不照料女儿，反而出去玩，并在微博上传了几张照片。照片中见她打扮得漂漂亮亮，原来是参加时装品牌的活动，还留言说周末愉快。方远曾到香港宣传写真集，郭富城在 Instagram 上有关注她。两人相识2015年11月23日，方远被媒体拍到在郭富城家住了6天，郭富城为其接送机，阻挡记者拍照，两人被传已秘密交往1年多。12月1日晚，郭富城在新浪微博公开了与方远的恋情。